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音乐蒙台堂，我是小凡。最近小视频平台上突然火了很多好听的 BGM， 但没想到如今说唱歌曲居然占据了大半江山。这些歌曲有的和30多年前的老歌完美融合，有的登上了热搜榜单，有的甚至直接播放破亿。到底是哪些歌曲突然一夜爆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小学我初中老喜欢满舒克了，他是个勤奋的人，连他发歌的速度爆快啊，高产顺不住。曾被道士说唱歌手江明胜疯狂安利的 rapper 满舒克，曾经也是个高产四母猪的选手，但却一直因为作品缺乏竞技性，而在重视压得不够多、嘴速不够快的选秀节目中惨遭淘汰。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才华。这不，本月6号才发行的单曲《慢热》才发行一周就冲破了91次的播放，还一度登顶新歌榜冠军，更是成为了湿发转身挑战的 BGM。 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，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，假装冷漠一笑带过，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，为你着魔无法诉说。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，假装到好好的生活，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，对我来说是种解脱。他开着邻居家的拖油塔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。最近相信你一定被马思唯开邻居家的 Toyota 追日落的上头歌词给洗脑了，但其实这首歌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因为一段沙雕翻唱给成功炒火了一波。Yeah， 我开着教练的破桑塔纳，科尔没过，被教练说是最艰难的地方，我都做错。科尔的半坡起步算得上是我最喜欢。我回到家，小教练他让我赶紧滚蛋。没想到如今这首 rap 歌曲不但被网友们加上了草蜢90年的老歌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还被玩成了各种版本，什么唢呐、盖茨全都不在话下。如今甚至连恶搞话题都突破了3.2亿次的播放，不得不说网友们都太有才了。我记得自己吗？这首 DJ 版的歌曲《一程山水》一出，我就觉得这熟悉的风格就直冲冲的扑面而来了。没错，这正是歌红人不红的歌手半扬的新作。从《我的将军》到《一曲相思》，再到如今的这首歌，依旧不是他本人唱火的，而是这段登上热搜榜第4名国标秀，一段国标舞瞬间让这个男生获得了100万点赞，涨粉几10万不说，也同样把这首歌推上了一个新高度。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口水成碎碎一场空。